精致脸蛋被网友封为脸蛋天才。除了帅气外表外，他还因为口才好，形象佳，近年常被选为大型活动主持人。最近韩网更流传出有电视台某知名导演对车银优工作态度赞誉有加。该导演透露，他虽然工作忙碌，但不会随意展现阵容，他会主动和大家打招呼，主持表现也可圈可点。而且该导演透露，车银优参加了韩流演唱会多次，都会保持兴奋心情，甚至在活动结束后也会和每位工作人员与导演亲口说声辛苦了，态度可说是谦虚有礼。消息一出，已让韩网狂赞车银优真的是零负评男神，真的没有喜欢错人啊。